同学们好。老师好。没错，我们之前研究了正比例函数，我们先请各个小战士站起来，好吧？小战士们，来回顾一下正比例函数的一些发现。刘佳。k 不等于零，请坐。丁玉。x 取一切实数。一切实数。我们称，请坐。正比例函数的图像是什么呢？一条直线。是一条。说话声音响一点啊，请坐。那么，正比例函数图像的位置是什么结论？他们记不起来了。哦，史嘉乐。当 k 大于零时，图像在一三象限。在。李延康。应该是经过一三象限。因为它还经过了。原点。请坐。继续。当 k 小于零时，图像经过二四象限。很好。那么我们把它的示意图画出来，大致上是经过一三和二四象限的图像。我们研究函数的性质，还研究了 y 随 x 变化的情况，给你吧。当 k 大于零时 ，y 随 x 的增大而增大。很好，请坐。李嘉诚。当 x 下幅图就是当 x 增大时 ，y 减小。哎，这是在什么情况下？当 k 小于零时。很好。好，我们通过研究了正比例函数的图像后，通过图像的观察。也得到了正比例函数的一些性质。那么反比例函数的图像是什么？它又具有什么性质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要研究和学习的。之前我们已经学习了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那同学告诉我，胡一鸣。y 等于 x 分之 k，k 不等于零。它的定义域呢？怎么？x 不等于零。是不等于零的一切实数。我们通过预习也已经知道，反比例函数的图像都是分成两支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方曲线。对，更进一步，我们也在导学案上自己独立制作了 y 等于 x 分之4的函数图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并且来评价一下我们的同学的作品。第一位，来评价一下胡瑞阳。我觉得这两只呢应该要，就是不仅在要连线，在连线之后还要再延长。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后面的话还是可以取到的，在就是我们列表的时候只是取了几个特定的点，其实符合函数解析式的点还有无数多个，它的未知数的范围很广，是的，只要不为零就可以了。所以吴瑞阳的意思是我们要继续干嘛？继续延伸出去，对吧？请坐。那么继续延伸的结果又会出现一些问题。有很多同学画出来是这样的，看得清吗？看得清吗？我把它加深一下啊，这位同学画的是这样，没错嘛，双曲线有什么问题？双曲线的话是和这个两个轴是很相近的，但是的话它们是不接触的，但是很靠近。它很靠近，那你觉得它不应该翘起来？你的意思是吧？那它为什么不能翘起来呢？谁可以解释一下？来观看一下函数的解析式。当我们这个图像向右继续延伸时 ，x 的范围是在变。就是我们知道分数它分母是越大的话，它 y 的值就反而越小。这是在正数的情况下，分母越大。分母越大，整个分数就越小。所以呢，代表着随着它向右。虽然它向右运动，所以说这个 y 应该越来越小，对吧？所以它应该更加趋向于 x 轴。那么反过来，当 x 在正数范围内越来越小时 ，y 呢应该越来越大，它应该趋向于哪条坐标轴啊？x 轴。
你说说看，维加文。应该更加趋向。因为 x 在正数范围内越来越小，越小 ，y 越来越大，趋向于哪条坐标轴？趋向于 y 轴。y 轴很好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在作图过程当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继续观察。还有同学画出的是这样的图像，有什么问题？周雨杰。上图应该与 x 和 y 轴有交点。为什么呢？同意同学举手。真的都同意，但是你说得出理由吗？它如果与 y 轴接触的话，那么说明总归会有一个点，就是它的横坐标它是为零的，可是横坐标 x 在这个函数解释式内是不可以为零的。同意的举手。好，那么它可不可以和 x 轴相交呢？于俊。不能。为什么？因为它如果和 x 轴相交的话，也就是说它有一个纵坐标是为有一个点的纵坐标是为零的。那么如果纵坐标为零的话，那么在这个y 等于 x 分之四这个式子里面是不成立的，因为它的x 分之四它的分子是大于零的，所以它是。那么有没有可能我换一个解析式，它就可以与 x 轴相交了呢？谁来解释一下？连涛。因为在解析式里 k 是不能等于零的，而要使一个分式的值为零，必须分子为零，所以也没有这个可能，对吧？好，不错。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延伸时要注意上面的这些问题。那么这位同学延伸的已经算不错了，可能我们看不太出来，他是用直尺啊把它们一一连起来的，画的已经挺漂亮了。但是我们能不能用直尺把它们连起来两点？能吗？书本上告诉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线啊？大家一起说叫什么？曲线。而且是一条光滑的曲线，光滑的曲线，就像我们这位同学所演示的一样，我觉得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了。那我们知道反比例函数的图像呢，既然它是曲线，它已经不可能像我们做正比例函数图像那样有两个位的点就能确定了，对吧？那么有两个点就能确定了。那么我们要尽可能多的取一些点。那么书本上在取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同学就是按照书本取点的规则，我们一般都是从小到大来进行列表的。那么老师这里也提醒同学们注意一下，请你观察一下，当横坐标取一时，纵坐标正好是四；反过来，当横坐标取负一时，纵坐标是多少？负四。哎，横坐标是八或负八，它们的纵坐标是什么关系呢？相反。于红星。我相反。也就是说，我们取点也有技巧，我们可以只取正的一部分 ，x 是正的一部分，然后呢，把它的横轴和纵轴的值获取相反数。那么由于它们是曲线，所以建议大家呢在横。这个横坐标是正的和负的两个范围内呢，我们尽量都取四到五个点来进行操作。好，那么带着上面的认识，我们继续完成早学案上的 x 等于负 x y 等于负 x 分之六图像的制作。
学的太少了，我们要求尽可能是什么四到五个，在这里面就是对吧。嗯，学太少了啊，要去四到五个，你去一下，你要多去，还是有点少，你这个是问题，不要擦掉，头上涂一下，就是的 ，OK 啊，要从里面帮你找。好，我们已经做完的组员呢，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啊？帮助我们的小组成员做出更好的图像。但是如果有典型的错误，请你及时上来排队分享。有典型错误不要擦掉啊，小组帮他们上去分享吧。标注好，下一位，谢谢。这是我们一位同学的一个画，他虽然没有完成，但是他在第一步他列表的时候，他与刚刚于英同学带上来的一个画的不一样，他这边取了基本上每个从小到大，从负六开始一直取到了负二、负一，然后在这过程中呢，取到一个负五，大家看这个负五放进去之后 ，y 值就是五分之六，而如果把这个点在坐标轴上描出来的话是非常麻烦的，所以说我们就应该把这个负五给去掉，因为我们画一个图像只要画一个半个图像只要四到五个点就差不多了。啊，这实际上它取的点没有错，但是从作图的便捷性来看，我们尽可能应该取什么样的点啊？大家说一个什么样的点？就是整数的点，对吧？好，那么其实作图和
过程当中，我们刚才小组合作解决了不少问题，白比利函数的作图有很多注意事项，因此呢，接下来我想请我们小组讨论一下，到底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作图的地方。开始。好，声音按下来了。好，停一下，来，我想请各组推选一位小将。快，推选一位。推选一位，你们推选就可以了。好，从你开始吧。就是一开始描点的时候，需要就是刚刚讲的要取一个整数。列表的注意点。尽可能取整数。我们尽量。在画的时候，在延伸的时候，尽量接近于 x 轴和 y 轴，就越来越接近。x 不能取零。也就是说，在作图时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说，不能与 x y 轴相交。不能与 y 轴就可以了。啊，还有 x 不能与坐标轴相交，越来越接近，无限接近，但不能相交。还有吗？描点的，就是列表的时候，点不能过少。对不对？还有吗？做完图之后要写下解析式。哎，对，图上标注。你们还有吗？然后就是一定要画曲线，不能画直线。哎，连线时要用光滑的曲线。你还有吗？还有就是要注意，就是画图时的单位长度。做图的单位长度是什么意思？就是一格表示，就是表示多少。一还是二，就是我们取单位长度要先注意好，对吧？好，也算可以。还有吗？还有个画图的技巧，就是尽量画取完一个数之后可以取相反数，对吧？这是画图的技巧。列表。哎，列表时的技巧，这个可以取相反数来列表。还有吗？延长那个时候不能就是向上偏的，应该是无限接近于 y 轴和 x。不要翘起来，越来越接近于两坐标轴。其实刚才讲过这句话了啊，就不算。还有吗？没有的，可以了，请坐。哎，已经很多了，那么多的注意事项，说明我们做一个白比利函数的图像其实是很困难的。实际上，我们取再多的点，人工做白比利函数图像，想要准确的完成，也是一个极尽不可能的任务。所以这里呢，老师用几个画板来为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白比利函数。我们知道确定了 k 就确定了白比利函数的解析式，所以随着 k 的变化，白比利函数图像也随之而变化，就是 k 大于零的情况，就是 k 小于零的情况。好，那么白比利函数的图像大致如此。我们接下来要看着白比利函数图像来研究白比利函数的性质。它有什么性质呢？请小组热烈讨论。我补充一下，如果有需要上讲台用结画板的，可以自己上来啊。位置是位置，
像是拉的手看起来是大腕，拉的手其他组都讨论完了是吧？好，各组声音已经越来越轻了。那么这一轮，我想请我们的各组的大将出发了，看看我们收集了多少组内的信息啊！来吧，我们是放从你们刚才最后的开始。我们有发现，就是这两条双曲线是关于原点 O 乘中心对称。哦，首先这个双曲线关于原点 O 乘。我们一点点来好吧，先回答导学院长第一个问题，图像的位置你能回答吗？可以，当 K 大于零时，它是位于一三象限，在一三象限，一三象限，当 K 小于零时是在二四象限，是分成这两种情况的，一目了然。还是图老师你图像的位置对吧？图像位置还有吗？假如说是，这不算。不算，那就是函数值随着自变量变化的变化趋势是，当 k 大于零时，是 y 随着 x 的增大而减小。然后 k 小。所以我们才叫它反比例嘛，对吧？倒过来的。然后 k 小于零时 ，y 随着 x 的增大而增大。大家都同意吗？你们俩同意的，还是有问题？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如果就是当，比如说我们取一个点，当 x 它是负一的时候，你先说一个，我用一个函数，哪个函数？就用，比如我们的 k 等于 k 等于四的情况，好吧 ？k 等于四的情况，你说四的时候呢？当 x 比如说我取个值它是负二的时候呢？负二。它 y 呢它也是等于负二。嗯哼。但是如果就是另外一组呢，它是当我 x 取二的时候呢，那 y 它就是二。正二。也就是说这时候我们发现 x 变大的时候 y 反而变大。也大了吧。对啊。那么这个结论有问题了。谁可以加工一下？不给你机会了，你们小组同组的人已经发现了，说说看，在每一个象限内同意吗？在每一个象限内，当 k 大于零时，在这个象限内 y 随 x 增大而减小，在第一象限内也符合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只要加上这一句话，在每个象限内，这个问题其实很值得关注，说明我们正比例函数 y 随 x 的变化情况是在整个定义域范围内的，而在反比例函数上呢，是在每个象限内。还有什么其他发现吗？我们组的其他发现就是，当 k 它的绝对值越大的时候，它的函数图像就越远离 x y 轴。这确实好像如此吧？是不是啊？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哦，好像是的。不错，还有吗？刚刚应该也说了。是什么？图像关于原点 O 乘中心对称。图像乘中心对称，同意同学举手来。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刚才在取点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用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啊？正好取了互为相反数的点，怎么不把它先讲掉？你还有吧？有，就是当，就是说这两个函数图像是关于他们不经过的，就他们不在的那两个象限的角平分线轴对称。比如说它经过它在一三象限的话，它就是关于二四象限的角平分线轴对称。好像有一点这种感觉是吧？但是我们现在无法去加以说明，其实是正确的。不过对称轴还有一条，是关于 y 等于 e
x 也轴对称的。好，还有吗？你们还有啊？就是如果两个函数它们的 k 的值是相等的，那么如我们来看一下，比如 k 的值相等，不是相互相反数，正好互为相反数时，它们的图像关于 x 或 y 轴都成对称，是不是如此啊？哎呀，我们从对称性上也看出这么多的结论了，太了不起了。还有吧，我觉得我都没有看到这么多。哎，非常好，请坐，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各位。好，那么就着我们发现的反比例函数的图像和它的性质，接下来我们来尝试完成课堂练习。独立完成啊。好，我们做的差不多了吧？虽然现在在小组帮助了是吧？还没有，抓紧时间。是困在第五道上了。很多同学困在第五道上啊。看来第五道值得探讨一下。好，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来，大家安静，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好吧？现在哪一组愿意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这组看来也是比较多哦，全部的。那我们就请，就是 B 组，派六位同学。
排队上来了，不要等着。我第三号。我很机械，你要不行，我不用机就上去。第五期我要让云英讲。好吧。虽然这个变大了，那边那个变小了。来，开始。由第一题可知，反比例函数 y 等于负 x 分之八的图像在二四象限。比例系数 k 是等于负八的 ，k 小于零，所以y 随着 x 的增大而增大。同意的举手。正确，来下一位。第二题，它的y 等于 x 分之 a 方加一。a 方加一 k 就代表着 k， 因为 a 方是大于等于零的，所以 a 方加一是大于零的，所以它在第一三象限，所以 y 随着 x 的增大而减小。没问题了，在每个象限内。哦，它图上写了，其中写了在每个象限内。好的，再下一位。第三题，他说这一个 y 等于 x 分之二 k 加一这个函数呢，它在二四象限，所以我们知道在二四象限内呢，它是k 是小于零的，所以我们得出 k 小于负二分之一。但是这题当中呢，它如果是换一个数字，就有可能就是它的 k 值，它就可能是等于零的。但是在这题当中我们没有碰到，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下。注意什么？就是。k 是不能取到零，是吗？不是。哎，等会儿，你同意的他这个说法啊？这里的比例系数是二 k 加一 ，k 是可以取到零的。同意吗？不是，我们这里说的是，假如说遇到某些情况是 k 等于零要舍去的。但是我们在建立这个不等式时，我们已经建立了什么样的不等式啊？二 k 加一。小于零，已经不可能让这个比例系数等于零了，对不对啊？不过他们这个关注点还是很严谨啊，很好，就是整体上面没有认识到。已知反比例函数，y 等于 x 分之 m 减一的图像在每个象限内 ，y 随着 x 的增大而增大，则 m 的取值范围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探究过，假如说 y 的值随 x 的增大而增大的话。那 k 是小于零的，所以就是 m 减一小于零，所以 m 小于一。没问题吧？同意的举手来。好的，都通过。第五题。其实第五题他们组有争议，我们先来听听看余音的。第五题，是已知反比例函数 y 等于 x 分之 a 方加一上是有两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题的 k， 因为 a 方是大于等于零，所以说 a 方加一肯定是。大于零，所以说这里 k 就是也是大于零的。然后话，因为 a 是负二 ，y，a 的横坐标是负二 ，b 的横坐标是三。那因为是k 大于零，所以说横坐标变大，那么 y 一就应该是大于 y 二。同意这个结论的举手。好多同意的，有人不同意吗？其实组内也有反对意见。哪里说的有问题呢？C 组都同意的，吴瑞阳。在我们之前描述它就是它的随 x 就是增大 y 是增大或者减小的时候，它那边前面是有个限定的，它是在每个象限内，而其中呢 a 它是在负二，然后呢就是 a 它的横坐标它是负二，然后 b 的横坐标它是三，说明他们一定不在同一个象限。那你怎么说明它错了呢？这种。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可以知道它的比例系数它是大于零的，所以呢，我建议通过画图来解决。你有没有样板？我们来呈现一下。好的，给他让条路啊。哎，你管你。因为它是，就是它的 k 大于零的话呢，它应该是它的图像呢是这样的。其次呢，首先 A 它是一个，你的图上已经有了，对，你就指着你上面的，我看到了，请你上面讲，指着你的屏幕来跟大家进行讲解。因为它的比例系数它是大于零，它的图像就这个反比例函数图像是这样的。其次呢，首先 A 它的横坐标我们已经知道它是负二，所以呢，我们截一下这个，这是 x 等于负二条线，然后呢交这个。
次呢？那么实际上这个点就是什么？就是什么 y 一，这个点就是什么？它就是 y 二，它们的大小关系是不是一目了然的？对吧？所以余音同学主要是错在哪里了呢？谁来告诉我们？余音错哪里了？哎，连涛。错在每个象限内。是这句话。感谢吴瑞阳。好，最后一个问题。那么第六题。已知反比例函数 y 等于 x 分之 k 的图像与正比例函数 y 等于 2x 的图像无交点。然后，那么 k 的取值范围，这里我画了一个草图。然后这里，经过一三象限的这个图就是，y 等于 2x。然后，那么这里，因为它们无交点，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反比例函数 y 等于 x 分之 k 的图像就是在二四象限。然后，那么因为我们之前也探讨过一个，所以 k 呢 ？k 小于零。小于零。好，我们六道题上面讲解的同学除了余音，其他都是正确的啊。那全对的同学举手来。是错在哪道题上了？第五题。好，那么通过这个性质的运用，大家来总结一下。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这节课学了什么知识，有哪些经验，还有体会。贾小晨。我们学习了反比例函数的图像以及它的一些性质。好的，那么你等于把它标题读了一遍，有哪些心得体会？还有吗，于俊？在画这个反比例函数图像的一些技巧，就是一个是在取点方面，就是取的，就是要尽量取整数，就是尽量取整数。还有就是它取点不能取得太少。做图上面的一些要求，做图有很多要求，是吧？还有吗，于俊？是当 x 的话，它们的图像位置是相同的，但是的话，它们的这个 y 随 x 的变化的情况是不同的，而且反比例函数还要特别加上在每个象限内。你说的是把反比例函数与正比例函数相对比，发现图像位置相同，对，增减的情况正好相反。还有一个关键词，请坐。还有吗，沈佳乐？做出的双曲线。不能碰到坐标轴，也不能翘，无限接近，但是不能与坐标轴相交。坐图上面有这些技巧，还有吗？于红星，我们从图像中看出，他们都是与原点中心对称，所以我们在做图中也可以用这个性来列表，对吧？对，就是实际上是。通过解析式，在做图时我们有这么多的技巧的讲究，而做出图形我们观察出函数的性质，性质当中与正比例函数的相比较也有不少的收获。那么最后我们还有点时间，大家来看一下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我们来看一下探究三， y 等于 x 分之4的图像上任取一点，随便取了一点 p， 向两坐标轴做垂线段，与这个坐标轴围成的长方形面积是多少呢？贾小晨，就是比例系数 k。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点它就是相当于这个函数，就是说它的横坐标就相当于 x。它这点的横坐标设它为 x， 它的纵坐标就是 y。因为它解析式就是 y 等于 x 分之四，就可以得出 x y 等于四。哎，说明它在哪里？这个点在这个函数的图像上。既然如此，就可以代入，把它们都对。那么，把这个式子重新整理一下。发现 x y 等于几啊？四，是不是如此啊？正好等于四，这个问题当中是不啦？是吧？那么随着第二个问题，随着把点 P 的运动，这个长方形的形状发生了改变，那面积变化了吗？又是多少呢？
它的面积变化了吗？刘一佳，面积没有变化。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同源都是，因为 x y 永远的值都是四，那它实际上反比例函数又可以转变为两变量具备什么关系啊？乘积。哎，这叫什么关系啊？乘积。y 与 x 成反比例关系，而反比例关系指的就是它们的乘积是一个不为零的常量，所以无论我们怎么在这条在这条双曲线上的一支上运动，这个长方形的面积都不会改变。但是第三个问题呢，如果已知某反比例函数图像上的一点通过它向两坐标轴做垂线，围城的长方形面积是四。反过来，让我们求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一定就是 y 等于 x 分之四吗？这个问题我留待我们回家思考。好，这节课我们上到这里，下课。起立。朋友们再见。老师再见。